2020非洲之日，我们在台北街头努力筹备着，展现非洲大草原的热情。透过远渡重洋的非洲小物，诉说着家乡的故事。口罩下的脸庞，掩不住的笑意，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。透过非洲的美酒、饰品，看见文化的交流。穿上非洲传统服饰，原来我们没有什么不同。我们看见文化无国界，文化如此纯粹。左右国际承办2020非洲之日，把非洲带进了台北。我们一起载歌载舞，找到彼此共鸣的旋律，跃动异乡的故土之舞。一场绚丽的非洲盛会在此呈现。台湾和非洲虽相隔遥远，却有着独特而深厚的缘分。左右国际打造了友谊的平台，促进了台非之间的交流。非洲之日特展中，以传统工艺和摄影作品等，引领来宾走进非洲，帮助我们真正了解这块美丽的土地。透过摄影师施胜廷的镜头，看见我们所不知道的非洲。运用多媒体特效，结合摄影作品展现的非洲之眼。看到非洲不同深度的风景，非洲横跨赤道南北，拥有多样的气候与丰富的生态资源。非洲就像一首古老而斑斓的诗。左右国际策划非洲之日，带来迷人的舞蹈与色彩，让非洲土地的美丽与热情在台湾灿烂地绽放。